看不出来，原来英惠的身材这么好。你看，明星就是明星啦，凊彩摆一下姿势就足有气势，搁自然搁好看。上可贵的是看到英惠安尼恢复自信，这才是让人上欢喜的代志。英惠本性实在是真好啦，有做明星也无吼，看伊拢无差呢。卡斯伊的性命中哦，若无老文创一段，会当英惠安尼欢欢喜喜，唔知有偌好。大强，啊，你来看下戆神戆神啊！不是啦，我是伫咧想，你甲总裁两个人讲的话，想到戆神去啦。你唔当误会呢。啊，你是伫咧笑啥？是不是我动作做了无好，无够自然啊？袂啦，永辉，你真好，一切拢真好。金贤兄，多谢你啦！阿嫂就来，我要换倒一身衫。永辉啊，永辉啊！哦，进来进来，无咱即摆来去。英惠，你上去好未？紧喊我甲爸爸来去。妈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着文聪啦，伊打电话来找啦，讲伊人伫庙啦，着伫要剃头，准备要出家做和尚啦。真实嘞？文聪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想袂晓呢。去袂去无？老文聪安尼无参详，是要剃头出家啦。金爷爷，伊都已经剃头要做和尚啊，毋是出家是啥物？你到即马还搁伫怀疑是？英惠，正言讲了无唔对啦。伫个佛门内底，剃度出家有一定的庄严仪式。伫个仪式内底，我绝对无可能敢那一个和尚在场的。文聪，聪的啊！文聪啊！老文聪。老文聪，你根本不是参加出家人的剃度仪式，对不对？是谁人讲我要来剃度出家？啊！你拄才打电话来找，甲我甲妈妈讲，你人伫庙，啊，准备要剃头，无代无志来庙咧剃头，啊，不是要出家，无你咧省剃头钱哦。老文聪，无你即马又搁伫咧耍什么把戏啊？恁大家拢误会我。我是来这打禅师，我希望会当过七天出家人的日子，清清净净，好好思考我以后的路是要安怎行。我希望我会当真正体会到出家人六根清净的生活，所以我要求师父甲我剃头。原来你是要来这七天的尔，害阮拢错一条。这几天我会好好想个清楚，无得到七天后，我会正式出家，皈依佛门。老不错，你已经是成年人啊，你当然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你要做什么款的代志，路要安怎行。啊，不过毕竟生你的是英雄妈妈，饲你大汉的是阮客爸客母，你要出家对你来讲可能无算啥，啊，不过对因来讲是完全袂用接受的代志。在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，你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爱找因小参详一下？我自看守所出来了后。我向感觉我无这个面，搁面对所有人。聪的啊，你若真是干那想要安安静静哦，反省几天啊哦，莫讲七天啦，八天、十天哦，爸爸嘛赞成啦。
但是若是真是要出家吼，我是认为无这个必要咧。那不是你是杨聪的小弟，是阮客伯客母饲大呢。我今仔根本就无想要苛刻你啥。你若有心要悔过，无一定爱出家啦。你应用你真正爱心来关怀身躯边所有爱你的人。你应努力工作，做一寡对社会有贡献、应回馈社会的好代志。出家对你来讲，敢若是一种消极的想法佮做法。你毋是戆人，你应该知影做甚物款的代志，对你来讲上有意义。目前对我来讲，我所失去的名甲利，我袂感觉遗憾。也毋过，我失去英惠，是我这世人上界大遗憾。我原来捌答应过英惠，袂勉强英惠倒来我的身躯边。我会把我这世人上界大的遗憾，永远藏伫我的心肝内。文聪啊，妈，啥物拢莫阁讲啊！你甲爸着好好保重。英惠、洪明志、阿贤，恁三个我来保重。阿弥陀佛。文聪敢真正为着英惠决定要去出家哦？是还未正式出家啦，啊！不过伊即马伫大禅寺，头毛已经剃掉啊，毛讲七天后，伊要直接伫庙出家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代志有必要甲恁讲。张英惠都已经原谅伊啊，伊若真心想要甲伊做伙，伊两个重新培养感情就好啊。但伊伫下这么大个决定之前，哪无先来找我参详呐？妈，有可能。伊知影，你若知影了后，就袂予伊出家啊。那安尼，伊就无赎罪的机会，所以哦，毋才无愿意予你知影。文聪，妈妈知影你无法度接受文聪，啊，毋过明仔载，你敢会用陪妈妈来去找伊，好好甲苦劝一下，你就当作甲妈妈斗相共好无？袂啦。文聪，国康阿公，你嘛是老文聪好过。我认为这样代志，你有必要要出面处理。伊若真心改过，我听到伊会听你。看到阿母安尼，我希望你徛在阿母的立场，少体谅阿母，莫互相艰苦。好了妈，我明仔载陪你看老文聪，我看伊这病三百。好重的，吼，这么骨力咯，吼吼，哦，现在啊，这敢是较早嘉林集团迄个老董事长，搁较早。晋良集团踮咧乌白两道化水的金堂，迄个老总经理哈，搁有啦，搁较早哦，到囡仔时代踮咧菲律宾，甲游击队车兵迄个老文聪，敢是哈？小和尚，是毋是啊？老文聪啊，你莫伫只头假装好人面啦，啊？啊！你袂当你讲话，你有听到啊？你臭鱼人哦！啊！野狗啊！应声袂晓晓啦！以前伫骂人时阵啊，是毋是惨死我？即摆才爽啊！讲话啊！老文聪啊，恁爸即摆有一句话哦，要行你啦。那你即摆剃种光头吼，那伫咧双十节游行的时阵，伫咧三公里外吼，恁爸就认得出来是你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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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我讲你有够无意思的啦，要收卡洗手嘛，甲阮通知一下，甲阮消息一下。啊，唔着好佳哉，阮消息灵通，会当叫记者来好好甲你采访甲报道。回去哦，会当足请爷向全台湾的人交代，讲咱老董事长哦，想袂开啦，去剃光头出家。其实你唔免遮生分啦，啊，遮起初刊的记者，你应该足熟个才对啊，唔免歹势啦。我甲你挂保证，你这篇哦，绝对比老天有一篇会搁较大篇啦。哎，拍谁哟？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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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聊聊啊！叫你卖当兵，听无受。紧走，爷老无报警了。当呀，按刑事局的空房真多啦。就算讲咱无犯罪哦，伊冇在条给咱创治啦。啊，非得咱今日算够本啊！就暂时让阮总休喘一下啦。好了，林刚才来拜访你啊，呀，有听到无？文总啊，你是安怎让因遐人安尼甲你糟蹋啊？妈，这同款的话，我嘛得爱问我家己，是安怎较早我会当安尼糟蹋别人呢？因即阵哦，只是有样看样啦，无要紧啦。因都安尼甲我糟蹋，我感受着讲，我的报应着愈多，那安尼我的宿罪着愈多啊。妈，你莫替我烦恼啦。多谢你陪妈妈过来看我。若是无亲目睭看到，真正想袂到你有遮尼大的改变。若不是你把我抓入去关，我嘛无机会通反省我家己，嘛未有即阵的我改变遮尼啊多啊，所以我会感谢你，英雄。我唔敢唔望讲你会当原谅我，也毋过我希望伫我出家之前，我会当叫你一声阿兄。阿兄，文总，你晓想就好啦。希望一摆你是真心感觉。看到恁两兄弟仔好，妈妈实在足欢喜的。我相信恁爸爸一定嘛足欢喜。妈，阿兄，多谢恁今日过来看我。我爱来念经做功课。文聪，你爹拄甲英雄小人，你爸爸甲阮当团圆，你敢无想要加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？你敢一定着爱出家？但你是搁跪在创啥啦？妈妈不是跟你讲过，我已经原谅你啊。妈，古早册里讲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。今仔日我把头剃掉，我已经枉费着妈妈的生育之恩，请妈妈原谅我，请受我三拜。我吧。我只一跟你头壳磕落去了啊，你都今日要去做回事吗？这个代志都无法度通挽回啊！文聪，
妈妈怀胎十个月，甲你生出来，不是要让你去洪台菩萨，是要让你做我的后事。你跟妈妈讲，是要怎做才会当挽回你的心？是要怎做，你才会回来我的身躯边啊？你跟妈妈讲啊！英雄啊，你赶紧来告诉你小弟，个紧的啦！文聪，敢真正无作犯的余地也是，你敢一定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赎罪？你莫阁苛劝我。若是讲这个世间上还阁有任何代志我放袂落，就只有永辉了。我知影，我若正式出家了，我一世人为挂念的人也是永辉。妈，阿兄。假使因为以后碰到什么困难，恁做恁来找我，我随时会当出去替伊解决问题。啊，若其他的代志，就产生我皈依了后，甲我无关系啊。我踮伫凡间受苦，我该讲的话拢讲完啊。过几天啊，我会正式出家。恁若是体谅我，恁就来管理。啊，若无，我请恁以后莫再来搅扰我。妈，阿兄，希望咱后世人才阁做一家人。不错。文心主帅，主帅，文心是阮隔壁伫美国查某囝，是永辉的小妹啦。隔壁，啊，文心打电话来，毋是讲甲伊美国男朋友过了足幸福，准备要结婚啊，啊，奈雄雄要闹自杀啦。文心本来和伊查某朋友感情好啊，准备要结婚啦，啊，突然间发现讲伊查某朋友双脚踏双船，伫外口有交一个查某朋友啦。阿姨唔敢甲阮讲，惊阮两个烦恼，把所有的痛苦拢吞在腹肚内，唔知一时想袂开脑自杀。敢知啦，文心这条命是捡转来啦。但是万一若是又搁有啥物三长两短哦，我用受的嘛要收去美国找伊算账啦。我上看袂起这款三心两意、对感情无专一的查甫人，上好是定一条全世界拢通用的法律，干脆把阮关起来。冯小姐，啊，阮查某囝自杀，你敢也无熟悉，你敢会这么愤慨哈？我甲阮爸爸袂合，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阮爸爸伫外口有查某，伊对不起阮妈妈，啊，若无，阮妈妈嘛袂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同款的案例哦，我看真济啊啦。爱情的结果，拢是查某人哦，全心的付出，却得袂到真心的对待。十个查甫内底，十个拢是负心汉呐！黄小姐，你莫遐尼啊激动啊！无得卡，真正有查甫人吼，亲像你所讲的安尼。啊，不过我所看到的，正贤兄伊就是一个对爱情专一的痴情汉啊！伊对朋友的爱，阮所有的人拢真感动，感觉每一点仔都感受袂到。歹势，拄则我伤过激动。正贤的痴情，我拢有看伫眼内，我嘛甲大家同款，拢真感动。伊是我无算到的第七一个查甫人，啊，不过伊是得要绝种的动物，伤过难得啊。就算，真多谢你呢，这么甲我看中啦。是讲，若是提供比较感动，就希望伊能好配合早起是转来我身躯边。一百分，阿燕啊，客伯对你的痴情，给你拍一百分啦。文心那个阿美利卡的男朋友哦，若是有你一半的痴情哦，文心就袂遐尼伤心来去自杀啦。文心这么上需要，就是厝内面的人支持啦。可惜咱两个做人的父母，无法度在伊的身躯边做伊的外壳。
看一个主意，无归去恁一家伙三个，拢去美国陪跑纹身，当作是度假，顺便把这段时间无欢喜的代志拢放袂记。啊，查某囝自杀是无啥心情度假啦，但是吼，若是会当去到美国，伫查某囝的身躯边甲照顾，迄是上重要的啦。也毋过我即马伫破产的期间，方法济出境。法律方面的问题哦，会用请马律师斗三工啊，伊应该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杨辉，客别客务，这边恁去美国费用，一切拢交我。静言兄，啊，我若是去美国，十一八弟的宣传要安怎？啊，这点我煞无想到。应该会有办法，甲宣传期、甲杨辉去美国的时间刷开的。等一下，咱开会的时阵提出来讨论。我看唔免麻烦啊啦，那应该送阮爸爸妈妈去美国陪分身，安尼就有够啊。爸妈，静贤兄甲彭小姐，给我这么好的机会，做因间唯一的代言人，甲我斗三工，让我用开始我新的人生。我哪用个在因上需要我斗三工做宣传的时阵来离开嘞？这是我报答因上好的机会啦。而且恁去美国的费用本来就应该由我来出啦，所以我希望恁能用心转我。好，我留下来，把代言人的工作做好好，赶紧赚钱给静恒爷。阿凯啊，你看因为这么多代志，咱就应该接受伊好意。一百分啦，爸爸对你的重情重义，嘛给你拍一百分啦。我感觉嘛会当有你这个查某囝，感觉真骄傲。你千万唔通大哭哈！阿替阿兄把这个减肥药啊吼，讲个泡好势啦，爸爸甲妈妈会支持你。多谢爸爸，多谢妈妈。你签约之前，我有代志要单独甲 David 参详一下。哦，无安尼啦，我先出去等董董甲牛总啦，恁继续讲吼。David 啊。我是咧想讲吼，啊，咱代志拢讲好啊，你若安尼变来变去啦，我是咧种唔甘愿讲将一半的代理权吼，分予中央集团遐个龙华啦，安尼白白损失一半的收入呢。啊，无安尼好啊啦，你若是愿意讲将代理权吼，予阮代信独家来代理，安尼你的利润吼，我会当有25%，甲你加到30%，予你加赚一寡啦。安尼吼，咱大家嘛拢有好处啊。李总裁啊！这嘛不是讲钱赚多赚少的问题呢，我若有钱，卖有命通开啦。你比我较清楚，嘿，这款人是流氓呢。你敢捌试过去用穿鸭条的滋味？这条命吼，会当救转啊，算到万幸啊啦。阿达，恁德国来拢这么无胆，你唔捌看过穿哦？伊若要开早就开啊啦。哎，无安尼好啊啦，一句话啦，你的利润我搁加25%，算是甲你买勇气。其实吼，我啥物代志拢免做，啊，咱分分对当摕到25%的利润啦。啊，只要过我太平的日子就好啊。啊，恁几间厂商跟我合作，我也无差啦。而且吼，我即马甲中央集团合作，感觉袂歹。大家有人陪我佚佗，啊，陪我饮酒，我无理由叫因退出啦。假使你真是无爱甲因合作，你想要退出，我嘛无反对啊。我是想讲吼，要让你加赚一寡，啊，所以跟你参详一下啦。啊，当然代志要安怎做吼，嘛是要你家己决定，我无意见啦。我就是讲嘛，你就是吼，自头到尾上好配合的人。我会记得讲吼，你讲一句什么做成你的原则，我袂记得，你再讲一下我听。就是有钱大家赚嘛。对啦，就是这句吼，有钱大家赚啦。我已经尽量配合你的原则来做代志啊！我是希望讲吼，大家欢欢喜喜赚，然后吼欢欢喜喜开啦。董事长，董大刚牛总来啊！等等，牛总啊，您来哦！我等您足久啊，我等您烦恼吼，您唔来啦。阿达有现成的好处通好摕，无来才奇怪哦。李总裁啊！每一个人头壳顶拢有一片天啊！若要赚钱哦，各凭本事。你介意用身躯，阮介意用钱。
大家好来好去，对你会较好。李总裁啊，假使你也认为讲，阮卖命比你卖身较辛苦，叫我甲分一半伤少，所以你想要将你迄一半嘛让予阮哦，安尼阮嘛袂反对呢。大家拢早就讲好要合作啊，我哪有可能无守信用临时退出啦？啊，若是讲无阮大神吼，旅游业界这么侪年成功的经验，我是惊讲哦，恁头一届卖药啊，会做辛苦的。对啊，阮就是看到恁大神的实力哦，唔只坚持甲这位讲，一定要甲李总裁你合作。即马咱个合约签签的，大家等分钱啊。对啦对啦，大家吼合约签签的再搁讲啦，来啦坐啦坐啦坐啦，来来来坐坐坐。安尼真好，这合约签了后吼，恁就是正式合作的股东啊啦。我等吼，恁替我趁钱就好啊啦。基本上，恁的代志吼，我拢袂去插手。啊，不过有一点，我一定要坚持。我想要请这天慧小姐做咱 Easy Try 减肥药的代言人。David 啊，我知影讲吼，你对天慧的印象真好啦。要不过人已经替司令巴黎平做代言人啊。你安尼阁找伊来吼，是会乱吵吵，消费者是会分袂清楚的。李总裁讲了无唔对啦，唉，比田惠较水、较有气质的查某囡仔真侪，而且即摆唔是阮公司的艺人啊，无需要惹这个麻烦啊。小弟，我嘛是感觉为着田惠小姐一个人，遐尔坚持唔得，是卖考虑大家的意见，换一个人试看卖咧。恁吼，恁俩准我是介意田惠小姐吼，才请伊做代言人啦。其实吼，我会安尼做，有我的道理啦。咱即摆 Easy 出来减肥药啊，啊，甲是恁爸的知名度差实在有够多啦。所以我要用同一个代言人来混淆视听，有关咱的知名度。这个方法吼，我相信比开大钱去请其他的大明星哦，好太多啦。David， 啊，你有这好的意见，那会无爱较早讲？即摆刷落的问题哦。就是要安怎让天惠点头，也不过伊对咱这么感冒，这点是较困难。啊，我是有听唔对的无？一点仔代志尔，就讲困难啊？啊，但你唔是有钱，什么人敢唔听恁的话啊？当然啦、啊，若是有必要哦，谁敢挡阮的路，阮就会吃枪子。等下阮就去找天惠，我唔惊伊唔答应。你大家再等阮的好消息。阿贤讲去找阿敏来参详，阿凯拢无消无息啦，是毋是敲一个电话问看卖啦？爸，咱才拄啊魏正贤遐个办公室转来，你总莫还用一寡时间去处理。哎呦，我先过着急啦吼，来来看啦。阮家无回你即款啦。阮这款有身份地位的人来，恁要放炮甲阮迎接，已经是恁的唔对啊！歹势啦，放炮迎接吼，阮无准备啦。放屁甲恁好好出去哦，我真牛啦！啊，搁排出去哦，好，恁爸就互你鼻芒吃啊！爸，爸，哎，你哪天来厝内面去甲动手哈？因为啊。打电话报警。英惠啊，阮即摆有真细，恁是凭啥物甲阮大细声？我刚才讲一遍，以后看到阮这两个大头家哦，上好是较尊敬。伊若无，我看一摆，就甲你斩一摆。也毋过恁放心啦。我绝对袂参像刘文聪遐尔无人性，对英辉啊绝对袂去甲动手，而且佫会好好甲疼惜。哼，等等啊，你都安尼做吼，我感觉吼较无礼貌啦。啊，等下，啊，既然周代表已经讲话啊，坐席还有一点仔面子，
刘代表，真歹势，我袂记你是苏文人，这个场面哦，看袂惯是啦。安尼啦，这交你处理。感谢。天瑞小姐，我看过你的相片，我看哦，这两位是你的爸爸跟妈妈，对无？阿伯阿姆，两位好，我是德国西中城有限的代表，我叫 David 张，请多多指教。David 张，我看你是德国较差不多啦，你穿衫是斯斯文文啦，讲话也算客气啦，但是有一种人学做斯文败类啦，希望你唔是这种人才好啦。阿伯啊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绝对唔是你讲的迄款。斯文败类啦。会和这两个人斗阵，我看也是半斤八两啦。Mr. 德国啊，你若真是要证明吼，你甲这两只狗唔是同类的啦，无得麻烦你啦。即摆甲这两只狗好好就是才好啦。爸，我看伊拢同款啊，拢是衣冠禽兽。天瑞小姐，我对你甲对你的爸母拢是斯文客气，你无应该用一款口气啊、甲态度来对我才对啊。嗯，真歹势啦，我实在无法度对你客气啊。因头拄仔是安怎对待阮爸爸，你已经看甲一清二楚。刘先生啊，伫德国哦，可能你处理一寡代志比阮较厉害，也毋过这是台湾，风俗民情无同，人嘛无同。所以你现在最好是先站在旁边点点看就好。好啦，既然这样，我照你的意思。头家，啊，阮现在是什么所在得失地恁啊？他咱的身份地位差这么多，恁有什么机会去甲阮得失地？阮欢喜就甲你骂几句啊，当作消遣，咱下用一步啊。啊！不过今仔阮一条趁钱的生意要照顾天辉小姐，阮决定要找天辉做阮代理的德国名牌减肥药以及出来代言人。王永辉啊，等阮合约若签好哦，会提过来你签啊。真歹势啦，我已经甲进门签约做斯林巴里的代言人。第一年来，袂用个太同类型的白种产品做代言，拍广告还是做宣传，这是正式签约。所以就算讲恁提钱压我，嘛无法度啦。王永辉。你是咧骗笑，你卖摕进门海药来做挡箭牌。你真正会当甲天龙解药，即马当然嘛会当甲进门解药。我好声好力甲你讲话，你是唔通敬酒，唔食要食罚酒哈。好喏，这情形是差介济呢。进前吼，阮查某囝伫天龙是生不如死啦，啊，即马甲进门的合作是比你 happy 啦。所以恁手势也较悬咧啦，比永辉吼条件好诶人足侪啦，去找别人啦。对啦对啦，啊买卖无成，人义在嘛对无？啊老兴趣，后盖阁有机会合作嘛？卖多啰嗦啦，阮是来交代一声，毋是来征求恁诶同意。等下阮会过去正门，甲代志超好势啊。永辉，你最好是乖乖配合哦，啊若无啊，大家会真歹看。张先生。你跟我到林桂正门找一口李正的。那呢，天瑞小姐，阿伯阿姆，我先来走，交了哈，太谢。走了，走了。糟糕，这是糟糕。那安尼啦，一层未煞，一层又搁来啦。啊，文生的代志都还未解决，这老毛搁来乱，那是要安怎？咱是毋是爱找正贤参详一下？啊，两边拢让一下，啊，两边广告嘛拢拍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我就算是夭寿，我嘛要替款 BP 的小林拍广告做代言人啊。永辉啊，你拄则无看到，因差钱嘛穿都压出来呢。啊，因敢会走正门开枪啊？安啦，那因这小林吼，叫嚣无遐好，敢压枪去正门啦？别人我唔敢讲啦。那是咱阿贤吼，绝对对因袂咧信道啦，因是会做踢着铁棒啊啦，哼！喂，你第三只
你当个你是不是想做臭人啊？吉米，廖小姐，真久无看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何主任，嘿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因这三只狗哦，都无经过通报甲温准呢，啊，讲我是要见咱的总裁，我当然就无可能话你别咧摇八叉啦。你这只狗门狗甲点伊，你根本唔知影阮甲李静的是啥物关系。我甲你讲，我若是要见伊，伊就唔敢甲我讲一声唔啦。甲你讲，你听无？啥啦？恁乖乖甲徛好势，真作听。有我何大兴踮咧遮做警卫室的主任，这个不是恁会当嚣摆所在哦。啊，恁若甲介绍乌白来哦，稍等下恁爸爱过来一只一只甲你电脑清笑清笑，你等到西位。啊，恁是知影礼貌啊，唔知影礼貌啊？想要见阮总裁，上无嘛爱经过正常的定时登记约好时间。等阮甲总裁通报请示了后，啥物恁当时要见阮总裁就会当见着。啊，对付阮总裁哦，参像恁这的人同款呐。每天吃饱无代志做。廖芳敏，阮来这是客，你下骹手人对阮无礼貌，你无甲管教，煞颠倒咧管我，无你抓准你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啦，讲予你批判的，这位就是阮正文集团哦，行政的大总管，迄正文大大细细拢属于管。当然啦，包括哦，恁这三只安尼乌白总理牌流浪狗仔来啊。啊，欠人的死人血有啥物了不起的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阮找恁总裁是要讲生意，无闲甲恁这下骹手人大啰嗦，闪开。何主任，嘿，咱这毋是流浪狗的收容中心，赶紧赶出去。是，臭鱼人笑，出去出去、欸、出去啦！好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大家好气生财，好气生财啦，莫安尼啦。我是德国西中神大药厂的代表，我叫 David 张。哦，我有重要代志哦，要来拜访恁李总裁啦。拜托，拜托你这位美丽大方的女主管，甲通报一下。好啦，我来敲一下电话，请示阮总裁看卖，看是毋是有时间啦。马律师也是无开手机啊。伊办公室的人讲，伊今仔规工拢要开庭，我想。恐惊无用，甲连我伫个电话留话，伊拢无办法听。着急嘛无路用啦，可能爱等到换伊下班啊。喂，洪明姐。总裁，西中神的代表戴维章，甲陈志忠、牛志勇伫个我家啦。伊讲有真重要代志要见你。戴维伫个洪明姐办公室，讲要见我。拄着伊绝对无好代志，你要见伊，你做你去。我无兴趣。洪明姐，你甲伊讲，我甲本部门伫开会，我无啥物见，请伊马上走。这个 David， 唔仅是即个利用异地出间恶性竞争，伊伫个德国嘛是为着趁钱不择手段的。伊摆因为偷卖药厂的最高级别，也就是药外配方，被查出来国家法院去。可惜，最后因为调查过程有问题，被判无起诉。伊的名声已经败到哦，大家号召外号叫做“油鸭加爪”，可见油鸭真正红讨厌。我是德国西中神药厂的代表呢，哪有可能？是吼、哦，伊听无清楚，还是你无甲讲清楚我的身份啊？德国来无啥物了不起啦，啊，不管是对倒位来的哦，若是好的人客，阮拢会对伊真好嘞。啊，若是名声无好的人哦。阮拢袂将伊看在眼内啦，何主任，哎，上客，是，哎，恁这三只狗啊，介好吼，鼻啊摸咧，尾溜夹咧，紧酸，你若我甲你呼出去哦，还是加闹开的哦。喂，即摆对恁讲话客气，莫当作阮真正惊恁。我甲恁两个讲，叫恁总裁马上出来见，也若无，我著甲恁公司闹甲并过。哎、欸。啊！你真是手下半，唔知死我！啊！你别动手，你才爽！死老大！恁人抓准你即摆手举迄支，就真牛。啊！是谁在遮大细声啦？哟，我来公司来两只动物咯，我著讲，
哪会伫公司听到两只小狗在吠啦？爸，嗯，啊，对这种未见晓的先生啊，你免客气啦，紧甲伊电甲做到白。大哥，虽然讲哦，我无啥对查某动手，也毋过你若即马搁甲我嚣掰哦，我同款会去搁甲你拍一摆。糟糕样的，我当然嘛知影你是专门欺负查某的先生啦。你甲我听清楚啦，正门是阮的地盘，阮爸爸是警卫室的主任。好胆哦，你动手试看卖啊！刘总的啊，参像这种小查某，哪有需要你动手啦？叫下边的兄弟哦，顺顺的，甲等你路边的路啊！哇！这款无人性的话，你讲会出嘴？阿二，啊！你赔人的钱哦，你变个心专利啊！哎，死老狗啊！你嘛免这尼啊生气啦！啊，为着恁查某囝是我千过破的啊，我哪会好意思委屈我家己的兄弟啊？刘志勇，好胆卖走啊！啊，真正是欺人太甚个刁！阿二，今恁爸哦，全班掉落去啦！侯主任，哪有需要你家己动手啊？叫警卫起来！吼、嗯！啊，吼！这三只狗吼，目前恁爸差点个晕去，我搁有一大阵的警卫啊，来听下我指挥呢。我是何主任。等下，何主任呐、啊，歹势吼，这吼、哦、大家拢是有头有面的人哦，场面创到这歹看，恁嘛无面子嘛。无安尼啊，大家有话豆豆讲，豆豆讲啦，吼、哦。嗯廖经理嘛吼，恁李总裁无时间袂要紧，啊，即恁分股份哦，一定会见我啦。我个是足多年的好朋友，我相信讲我来遮一定会甲拜访一下啦。真拄啊好啦，阮总裁拄啊甲分股份伫咧开会，所以伊嘛无时间见你。哦，开会哦，袂要紧，阮拄啊正等，啊等啊吼，开会开煞，阮会当吼两个做一个拜访啦。唔免啦，开完会了，因还佫有代志要无用啦。啊，若是拜访哦，连工约好才来啦，较免不甲亲像今仔日安尼。哦，你这个查某也是足奇怪，我唔知你嚣掰啥物。